行旅途，在主题上，作者以人造透明温室建筑大面积的生态风景为主题，以手捻的重叠、渲染、没谷、铺叙画面。构图上则以严谨的观察来呈现现实空间中的景象重叠，营造恬静且蕴含丰富底蕴的生态风景。画面中从心象而成，减少人造的元素，以大面积的绿色表现，将其融入整体视觉的背景中，让原本对于生态的关照带向游荡于视觉的虚实之间。画面右侧的鱼儿，静观整个世界，沉浸于层次丰富的绿色色彩中。左以下方一枯一荣，为作者自我的投射，这何尝不就是人生？